中国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，始终按照南极条约体系相关规定开展活动。中国南极站的建设完全符合南极国际规则和程序，将有利于增进人类对南极的科学认知，为中国与各国南极科学考察合作提供平台，促进南极和平及可持续发展。